卖两边，没有什么需求，可以自己找一下，还可以并，你按下去它就会并，它就会跑到这个 DVD Plus， 你可以把它保存在这个侧边栏。厉害啊，不错，都有。我弄的那几个好像不太好，不过。就是这一拜，这一拜做 label，okay. 然后所以 Linker 的全部都 run 完了，有些那个 DC Relax 一直没有办法收敛，然后我就把那些有收敛的 Relax 有收敛拿去做 VCND， 对，然后 VCND 完拿去当 initial 重新就是全年度。对，千里之四个月，然后那些 relax 收敛不了，我就把它拿去 label。对，然后现在 label 是我那个用那个脚本，就是现在在试那个温度，我不确定要温度要设就是多少。主要可以高温嘛？对，应该主要是要调这两个。我看那个像平阳这样，他是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弄上去的。他先从低温开始，然后温度再慢慢升高。只是我不确定现在是要定温。从300开始，还是直接从那个，然后或是直接做升温的。升温啊。哦，升温啊。因为你的 case 太多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就是我这边也。所以如果要定不同的温度，我们在一个底端算好多个 case。那我就50/300。对。对。然后前面先定一百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的用的 label 的脚本都是俊伟写的那个流程吧？对，就是都要先minimize 在那个在 NVDO 的位置，然后之后再。所以第一轮是50/300。对，然后好，第二轮就开始高温。第二轮，我原本是想要300-900，还是这样？应该也可以啊。好。啊，最后一轮就是900到高温是多高温？5000-4000？一千不用很高，3000。900到啊，多少的？这应该可以吧？好，那第三轮就900到2000。然后好，对啊，很多很多啊。啊，还有 stepping ball，stepping ball 是谁负责一下？很弄 stepping ball 的 label， 突然出来的问是之前做的哦，有一点点缺陷，就是说他没有去做 stepping ball 的滑移面的那个能量圈子，所以它的中间有的人都长得有点奇怪。它还有平面有没有？平面。七七，最稳定的平面是多少？11。我记得看很多都是11。Okay. 11好。对，因为这个升温的只不过把最下档。对，大家在算的时候就想一下，你们之后 stepping ball 要拿几个，就拿 initial 那几个就好了，不然这个 initial 那这种比例也太多了。initial 那几个应
可以。Vision 你不是有调不同比例吗？但是比较 rough。有啊，就是加起来应该九十几个吧。九十几个，这么多？对。它 label 了多少个 ？label 的，我记得这边有九十。那 initial 呢？你 initial 做 BCNP 的密度不是比较 rough？ 对。就是调它的那个比例是比较 rough， 间隔比较大。对。多少个？哦，我 label 和 initial 我都是用一样同一批的东西。都九十啊。对。好吧，也可以啊，那就是这样。那出来应该结果很好啊，连 initial 的 BCNP 都。都这么密了，应该。最终业，你在 run length 的时候，不会有俊文刚遇到那个问题。结构变形或者密度变超级大。目前是没有。都很正常。我最近一次跑的在，没有，这个是 MTT。对，就是才。密度变化一点点而已。密度吗？对不对？看看 buff 稍微变大一点点。看一下。对啊，这样很稳定。对，就是不会有那种那个结构直接颜色。有温度受到控制嘛？温度没有受到控制，表示系统有一些问题。对呀，没有办法。因为后面感觉都没怎么动，我就把它砍掉。对，后面。然后报废的。这篇是他用deep spin， 然后。那时候中叶那个平面哦，就用300K 的就好。NVD300K 里面，这个是他用 Deep Spin 研究金属氧化拿来做那个电池的是正极还是负极材料，然后他们 Deep Spin 嘛，对，他们就是 Deep Spin 是那个 Deep and Deep 中的模组，对，新的模组。然后他们就是说有加入，把可以用这个可以把那个自旋加进去，当成那个描述符加进去旋律。然后这边就是在说他们对那个氧化物的阴极材料会不同，自旋它会有不同的势能曲线，所以那个先摁了别会有点困难。然后他们就是把自旋当成额外的特征当描述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区分出激发态或是基态的自旋。然后他们有拿那个就是这三种结构，然后拿去测试说这个性这个 DLB 的性能稳不稳定。这里是他们一开始的initial， 它是 DMP 是拿 desk 去算，然后收音标准是10的负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那个 MBDNet 的 BDNet， 对，跟我们的都一样。然后这是他们还没有用 Deep Spin 前，他们已经这个是没有用 Deep Spin 的那个的训练出来的 DLP， 然后可以看到说。可以看到说他在跑那个就是不同自旋态的，就是圈点的时候加入不同自旋态的话，他跑出来的结果会像右边这样很差，就是学得很差。然后在他们用deep spin 训练出把那个自旋加进去圈点之后，就会变成结果就会比较
要好一点。OK。然后这个是他们拿去把他们训练出来的敌对更拿去学更复杂的结构，然后可以跟他说他还是很稳定。OK。然后就结论就是说，那个 discipline 可以把那个自选加入当成特征，加入 DLP 里面。OK。所以这样会算出来更准。